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Tom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在水上玩一天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。它永远是从放船到水里边开始和收船结束。你在买这些船呀或者摩托艇的时候，店里面的销售他可以给你介绍这个船的性能或者这摩托艇的性能，但是基本上他不会去手把手教你怎么去把这个船从 trailer 上放到水上，所以这个是一个自己学习的过程。我希望和大家分享，我是怎么把摩托艇放到水里边，和怎么把它收起来。上次自己放船失误了嘛，所以呢，这次在网上又学了一个方法，不是我发明的啊，人家发明的，还是这个线就在摩托艇这儿，但是呢，这回不是说司机牵着这个绳了，是把这个绳呢系在后边儿，系紧之后呢，原理就是往下倒，摩托艇自己浮起来，然后呢，这些绳就带着摩托艇自己飘出去了，看看能不能成功。好。现在给这儿松绑，好，这儿松绑了，所以现在这儿松绑了，后边也都解开了。收船放船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件不是很熟的事情，因为你不，毕竟不可能每天都在玩。当然了，这个就是一个熟练工种，你做的越多，越会熟悉。你看旁边这个白色这个皮卡，我感觉他就在看我是怎么放船的。当然有人看你也不要紧张。好了，基本上就是这意思。水上撒欢时间到了，那天最高跑了85迈。Thank you.
湿鞋啊。哟，这个时候就是把后备箱一关就走人了，完事儿。金星的话完美。这期视频就到这儿了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